接下来15分钟的麦序，我给大家带来好看的舞蹈。喜欢那个，轻易可以点关注，然后左上角5星5星咖啡店，还有人气之星粤菜的预约也可以点一点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然后给大家选一下，没有这两个人，就是两个人一个小时轮着来的，然后下一个小时就是其他的两个人，然后选一下大家想要看的舞蹈。喜欢哪个，然后扣哪个就可以了。都是小野猫，是不是都是小野猫？都是小野猫的话，我就不选了。有没有选二和三的小哥哥们？好，全部扣一，那我就跳小野猫了啊！好统一呀、来，给大家跳一支小野猫。小野猫，感谢六哥，谢谢。Hey boy, come on, baby.是我要
谢谢，感谢六哥，谢谢喵。大娃，大娃还睡着呢，大娃去救爷爷了。哎，喜欢七七的可以点一下那个直播时通知。没有感谢我，这不是让你们看的丰富一点吗？是吧？对，喜欢七七的话，直播时通知哥哥，然后那个下边的签到点心，帮七七点一下，谢谢大家。早上好啊，上午好。然后给大家再来一支舞蹈，再来一支这个吧。虽然这个英文名字我是跳古风的，但是现代舞其实我也会，但是我不怎么跳现代舞，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擅长古风一点，但是其实我也会。Eventually, I hope.
对，前期呢可以那个直播室通知各个，谢谢大家。签到签一签，谢谢大家。爱心点一点，谢谢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993。然后喜欢七七的话，可以点点关注。然后麦上主播的右点击右键都可以点关注。然后左上角五星嗨翻天舞蹈人气之星的预约也可以点一下。然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，给大家跳支，跳一支。喜欢亲，喜欢舞蹈可以把66扣一扣啊。感谢刚刚蛋黄还有六哥的小礼物，谢谢。感谢大王哥，谢谢。没有点关注的点一点关注，然后我马上就回自己直播间直播了。大家那个喜欢看看我可以点一点左上角五星母秀嗨翻天，然后舞蹈之星大夏的预约。感谢一下，谢谢。还有十秒钟的时间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加油点点关注啦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。